约会一定可以消除我和指挥官之间所有障碍物。指挥官大人，指挥官大人，怎么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啊？哼哼，今天天气真热啊。就是说呢，还好有新开的咖啡店。啊？还是属于我和指挥官的二人时光。他们吃完就会走了吧？这样阻碍就消除了。听说这家店的咖啡味道很不错，我请大家尝尝吧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客气啦。咖啡的味道真不错，不过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吧。没被破坏。什么？这么贵吗？等等，你们回来！